大家好，我是首长，欢迎回到乌龙派出所系列。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是那个在我之前好几期的录制中都有登场过，但我却从来没有系统讲过的乌龙派出所中仅有在漫画中才有登场的大和夫子急救早矢。那在之前的节目就有提过，早矢在漫画中虽然比后来的高人气女角小三还早个八卷登场，但两人受到的待遇却大不相同。比起登场后戏份几乎就没减少过，到后来还直接以特别篇的姿态登场动画的小三，早矢的戏份却是自从小三出现后就不停的减少，甚至本来应该有预定要登场动画机会都被取消。然而身为一个足以撼动弟子第一美女地位，且有着足以让人们眼中最清廉正直的大元所长，都愿意冒着可能离婚的风险，就为了去和他履行的一个最适合传统日本大和夫子形象的女性角色，为何到最后会连动画都登场不了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早矢初登场于台版漫画第60卷，生日1月3号，摩羯座，身高163，体重49，三围81、5782。他因为从小受到了父母的严格教育，不仅是所有的日本传统礼仪，就连所有的日本传统技艺以及武术，他都非常精通。而弓箭则是其中的最强，他射箭的准度啊，是就算有歹徒拿枪，他都能既快速又准确的把箭射进枪管。即使是位在70公尺高的定时炸弹，他也能准确的射中想射中的电线。那么秉持了一个不会近战的工兵，就不是个好工兵的道理。所以早矢虽然主攻是射箭，但他的近战也同样不俗。在台版漫画第62卷中，早矢就曾展现出他那足以在水中一脚踹死一只鲨鱼的脚力，以及在台版漫画第84卷中，面对着有着各种称号且实力强劲的哥哥们，早矢在面对他们喝醉闹事时，也是不慌不忙的一个个全部制服。由此可知，早矢的近战实力是有多么的夸张。如果把他排进之前的战力排行榜中啊，纯近战，我相信早矢是绝对可以排在与朱棣相同的名次。那么早矢一登场啊，除了在蜀里掀起了一波公道革命，更是让蜀里的男性们重新认识到了日本传统女性的魅力，并撼动了栗子在他们心中第一的地位。会这样说是因为啊，栗子虽然是个顶级美女，但她同时也是个女强人中的女强人。她不仅是葛氏族第一个敢赏阿良巴掌的女性，她在各方面的技能上也都有极高的造诣，再加上她又非常有钱，让人一看就会觉得她近乎完美。而这也因此让栗子总是给人一种高攀不起的感觉。相较之下，早矢虽然也有名到来当个警察就引来记者访问，且因为从小就精通各种武术，所以要比实力他也同样不弱。但可能是因为他对任何人的态度都很温柔，又或是他那时而纯真时而成熟的形象啊，总是能激起一般男性们对他的保护欲。再加上他家虽然也很有是非常的有钱，但他却还是像一般的警察一样住在女生宿舍，然后搭车上下班，也没有搞特别去穿别的颜色的制服，给人一种很亲切很好接近的感觉。这是我认为他为什么能比栗子还更受熟理其他男性欢迎的缘故。当然啊，比起受到这些路人的欢迎，对早矢来说，阿良的想法更加重要，毕竟他才刚一登场就对阿良一见钟情。早矢会喜欢阿良是因为他刚登场在练射箭给记者拍的时候，他听到了阿良说话，然后阿良的声音还刚好和自己的父亲很像，而早矢又有恋父情节，所以他才会瞬间就爱上阿良。而被喜欢的阿良虽然一开始还有点戒心，因为他当时的电脑部啊被早矢的弓箭步取代，所以他很不爽，但像早矢这种他最喜欢的日本传统女性，且还是他主动向自己表白并邀请他到自己的房间手把手的教他射箭，甚至还会为了自己去和号称在爱上阿良后必定要面对的最终 BOSS 马里埃进行对决，我想不管是谁面对的这样的女性都会瞬间沦陷，当然阿良也不是例外。但在阿良进行最后确认时，却得知了早矢喜欢的就只是自己那很像他父亲的声音，而不是对他本人个性上的喜欢，也因此最后阿良才没有接受早矢。即使到后来早矢有跟阿良说他是真正的喜欢上了阿良而不是只为了声音，但我个人认为在阿良的心里面一定还有点芥蒂，毕竟我们都很清楚，阿良只要爱上了一个人，整个人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且这个变化呢，包含着他的个性、他的行为以及他面对工作的态度。这点其实只要看动画第39集和第290集阿良热恋小爱和真情时的模样就可以知道。但阿良面对早矢后来的再次告白，以及说要把他介绍给他老爸时，阿良虽然当下都有心动，他们俩也有种好像真的快要在一起的感觉，甚至到了见到早矢老爸，从阿良都不惜撒谎也要建立好形象的样子来看，都感觉两人真的就是要走在一起了。但我认为啊，当下阿良会
会撒谎，就只是被早死他老爸吓到，以及阿亮的惯性撒谎。事实上，最好的证明就是之后明明有 N 多次的机会好让两人证明关系，且早死也发起了不少次的进攻，但阿亮却始终没踏出那关键的一步，甚至竟然在小蝉登场后，他还差点跟小蝉结婚，然后又在急卷之后说自己其实比较喜欢的是早死什么的。阿亮在感情线上这点很乱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到后来反而认为阿亮对早死有好感的时候，就只是想跟美女待在一起的色老头先例。且从早死在台版漫画第85卷后，就很少对阿亮发起恋爱攻势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两人的感情气氛就已经差不多了。后续再多说什么比较喜欢早死啊，我觉得都是多的。毕竟嘴巴再怎么说早死比小蝉好，但和阿亮相处起来像夫妻的却都是小蝉，然后给的各种暗示机会都是例子，我想这很明显的吧。而这也是我认为早死为什么没有在动画中登场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如果登场动画中，阿亮的感情线就会像漫画中一样混乱，一下早死，一下小蝉，一下栗子，一下小爱，然后柠檬、小舔、晴音、真田全部都来，最终还是得说啊，这是一部搞笑作品，不是宫斗剧啊。老实说，真的没有必要多出一个人来搞这么混乱。当然，这远远不是为什么早死没登场在动画的主因。接着就来说我认为的主要原因。我个人认为早死没登场在动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原所长。我想说到所长啊，相信各位都会想到所长，他在动画中就是正直和清廉的标的，至少在阿亮以外的人眼中是吧。他认真工作，注重家庭，绝不会去什么神社场所，虽然是一个万年巡查部长啊，但却是一个足以成为警察模范标杆的人物。那么这样一个所长又怎么会是导致早死不能登场的人呢？这就要说到一切的开端，台版漫画第61卷的最后一话。当时所长和早死因为电见到两人第一次正面聊天。意外的是啊，早死因为从小就身处在一堆老头的环境里，所以相较于年轻人的话题，他更懂中年人懂的东西，也因此他和所长两人聊得非常开心。至此所长好像就已经对早死深深着迷，他还被中川发现在车票夹里面放了早死的照片，让大家认为他已经病入膏肓。甚至在所长加入公道过后，他和早死两人还相约一起去买全套用具，并一起吃了晚餐，这也被阿亮评价说就像是去约会一样。但其实到这边两人的相处都还很正常，直到所长让早死喝了一杯酒后才开始逐渐母汤。不知道早死酒量差的所长啊，在早死喝了一杯酒后让他整个人直接放开。本来吃完饭预定要解散回家的两人啊，后来不光是一起去了游乐场夹娃娃，还拍了情侣大头贴，甚至因为早死太有名，所长为了躲避人群还不小心带他走到了宾馆街。此时喝醉的早死又刚好对所长撒娇，正当所长快要把持不住理性时，喝醉的阿亮出现乱叫，才让所长的理性回复，并送早死去搭计程车回到宿舍。那我刚才也说了，这只是一切的开端，之后的老迪哥所长只要一见到所长就会想献殷勤表现自己，但其实都还算是可接受的范围。毕竟我想身为一个男人，在自己有好感的女性面前多少都会想秀一下，都是很正常的。然而直到台版漫画第99卷，所长的风评才一落千丈。当时正好快到了日本三大祭典之一的紫元祭，刚好老家在京都的早死啊，看见所长在看有关紫元祭的报道时，就很好心的邀请了所长到自家的观赏席去看。当然早死也约了其他人，只不过脑补过度的所长自以为早死只约了自己，并想和他两人单独相处，于是所长就骗了老婆说要去出差，但实际上却是要去和早死见面。可是庆典才刚开始啊，所长就被阿亮发现，接着又被老婆发现，还没开始享受庆典他就面临了家庭问题。要不是有阿亮帮忙啊，所长这次基本完蛋。事后在回程的路上，所长自己也承认有妄想偷心，虽然事后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但自此所长那清廉正直的形象也就此崩塌。那或许动画就是为了不让所长的形象崩塌，最后才决定不让早死登场的这个说法，我个人是非常的赞同。毕竟在动画中，所长一直以来都是阿亮那些不正当行为的紧急刹车，甚至在动画第229集所长待的那间便利店，在最后也因为所长那种虽然爱对年轻人说掉，但却都是为了本人好的形象，让他成为了一个火招牌。如果在这让所长蒙上了漫画的那层形象，那动画中再让他去骂阿亮制裁阿亮，对年轻人们各种讲道理什么的，都只会让人觉得这人到底有什么资格在那说这些争论，他自己不就已经黑得发亮了吗？那既然不可能不让所长登场，最后选择不让早死登场就是唯一的选择，虽然很可惜但也很合理。所长你有个低哥呢。
最后，关于早死的家人，其实戏份最多的也只有他老爸基鹫剑之介而已。基鹫剑之介早死的父亲，同时也是基鹫派300,000人的总师，非常讨厌他人说谎，只要被他知道有人对自己说谎，就会让说谎的人生不如死。那在战力排行榜，纳奇利亚我就曾介绍过，他也是少数阿良一见到面就会怕的要死的人之一，因为这人不仅凶悍，体力更是比堪称大猩猩的阿良还要恐怖。他每天光是在吃完晚餐后的夜间训练就有阶梯路跑5小时，提速3000次，极高速徒手回放50,000次，相扑对练50次，神速伏地挺身100,000次。而后面这3项训练啊，皆要在1小时半内完成。到此夜间训练结束，接着这人会在睡眠15分钟后，又会起床开始进入晨间锻炼，什么急流河川游泳15公里，还是徒手攀岩到山顶等不要命的训练。曾经被强迫着一起训练的阿良就说过，自己在这些训练中差点死了5次，而这人却是每天在练，简直就是怪物中的怪物。接着是基鹫穗之华早死的妈妈，弓箭示范7段，听说可以在60公尺外的距离射中5日元中间的那个洞，比早死还要厉害。最后是早死那3个只有称号但没什么戏份，喝醉时还会被早死轻松击败的哥哥基鹫如兰、基鹫罗虎以及基鹫飞龙。好啦，那以上就是早死的角色历程。老实说，早死是真的很可惜没有登场在动画中，毕竟论外形他够美，论个性他也绝对很受大众喜爱，再加上他和阿良的那些互动也真的都很有趣，而且我真的很想看阿良在动画中面对他老爸的模样，光想象啊就觉得超级好笑。但没办法，这些都是现在没机会看到的东西，只能希望或许某天会有人趁着现在这种怀旧风气再重新推出乌龙派出所的动画也说不一定。但到时候的中配还能像以前那样的传神吗？我想这就很难说了吧。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这也是我第一次介绍只有在漫画中登场的角色，如果有不够详细的地方还请见谅，说错的地方也请指教。那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我是所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